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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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走过的路不会消失不见，这些都是老面孔了。我记得你们，谢谢你们，你们仍然守在这里给我们鼓励，始终如一，未曾离开，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如此不离不弃的情感会支持着我们永远努力向前，坚持到底。你们都会是我们最强的后盾，那个背后最强大的支持力量。赢过，输过，笑过，哭过，被质疑，被绯闻，被非议，被黑幕，从未辩解，无需辩解。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我们吗？记得。我们 solo 战队又回来了。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拥有梦想，执着的这些人为我们加油打气，谢谢你们。我们都有冠军梦，想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身披国旗，可是我这辈子就只能是这样了，这将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我无法弥补。说好听点啊，我们被当成像传奇一样的人物，被封了神；说难听点，就是退役了，退休了，打不动了。但是中国的 CTF 事业永远不会止步。在这个圈子里，永远都会有新人站出来。我们 solo 战队依然在这个圈子里，在 SP， 在 KK， 我们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我们只是成为帮助他们成功的那一股风。是中国的。
在公开场合你不害臊啊？不害臊。赶紧下来，有什么话回酒店说。不要，我有好多话没说完呢。你知道你有多厉害吗？韩商言，太棒了！好厉害，好厉害呀！该干嘛干嘛去吧，别在这待着。太想去了，韩商言，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对呀，又不要钱。哎，嫂子，你是不是觉得今天老韩特帅，所以你故意宣誓主权啊？不这样能行吗？一会儿出去你就知道了，韩商言粉丝乌泱泱的。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啊，都给老韩点面子。老韩啊，难得有女孩看上，别再给搅黄了。哥，哎，赶紧下来啊。赶紧下来。不，您要是再不下来，我就当众亲你了。哦，啊，我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真坏。非是要吓唬吓唬你才听话是吧？他们也不是外人。既然不怕，给他几个，几个，几个，不要，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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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几个，几个，几个，别闹了，别闹了，小孩脸皮薄，别闹了。行了，行了，行了，是这样啊，今天晚上大家都去我那儿，咱们搞一个疯狂大 party。算了啊，你们先去，我一会儿来找你们。什么情况啊？一会儿告诉你。等你哦。走了。怎么了？跟我去个地方。去哪儿啊？北京站，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儿呢。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为了加入 solo 他们。从此，我的人生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一天，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刚到北京的时候啊，累得要死，困得要死。可是当我见到 solo 他们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清醒了。那时我们五个人想法很简单，就是组战队打比赛拿冠军。可是人是够了，钱不够了，我就专门回了一趟家，把我爸去世之前当时留给我的教育基金贡献了出来。这个我知道。听我说完的。好，听你说。解散那一天 ，Solo 想把队长给我，我拒绝了。为什么？怎么说呢？队长换人了，感觉就不是原来的战队了。嗯，当时我很生气，很难受。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了 Solo， 然后我就回了挪威。再后来我就成立了 KK。嗯，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想挽回当初的决定。我想成立一个有实力的俱乐部，然后把我们之前那帮战友全部喊回来，大家再从头开始。三年前，总部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中国分部，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怕他们等不及了，你怕他们退役了。对，我太着急了，我怕我等不到他们。可是谁能想到他们四个一起去了 SP， 所以只剩下你一个人当了 KK 的老大。听着无聊吗？不无聊，我喜欢听你跟我说这些。当时我们五个获得冠军的时候，呵，我觉得天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只要我们五个齐心协力，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做不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地球会转吗？因为太阳的引力。不对，因为他不希望每一个人停留在原地，无论快乐也好，悲伤也好，他希望人往前看。这么多年了，你的梦想不都实现了吗？过去的那些经历只会让你变得更好啊。可我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什么梦想？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冠军的奖品，冠军戒指。可能有点大，你不一定戴得上。谁说我不能戴上啊？啊，戴在手链上，或者再买个手链挂在上面都可以啊。嗯，那你自己想办法把它戴上。童年，我们结婚吧。结婚好吗？我爸妈怎么跟他们说啊？我们现在结婚，他们万一不喜欢你怎么办？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我没有骗你，上一次我后妈来就是为了见你爸妈，就是上一次，所以双方父母见面的这个程序已经完成了，而且我答应了他们，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开始扮演着有点陌生的自己，揣摩着言语背后不真心的处理。我第一次被人求婚。等一下，我现在心情我特别紧张，我感觉我现在看什么都双影的。啊，不好意思啊，给我点时间，让我。我又不会吃了你。你摸我手，我手头是凉的。我没想到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没事啊，没事，不要紧张。没事，哎，你怎么收回去了？我太冲动了。啊？下回吧。下回是什么时候啊？你今天不是跟我求婚了吗？再说吧，先去吃点东西。那你下次什么时候跟我求婚啊？等你对我再没有怀疑和犹豫，而是真心诚意想要答应的时候。嗯，走吧，吃东西去。哼。我没有答应他求婚，他会不会怎样啊？你都没有吃东西。不饿吗？不饿。你是不是想到你刚来北京时候的日子了？他为什么会拒绝我呢？我们之间难道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吗？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拒绝他呢？我不知道。难道是因为太突然了吗？还是我心里在害怕些什么？我一会儿要去跟我那几个好兄弟聚一下，可能会通宵。就陪不了你了，你想在这边睡或者回自己房间睡都可以。嗯。嗯。那我走了。韩商言。是一个人睡怕黑吗？你现在心情还好吧？好得很。那就好。嗯。
我走了。嗯，你去吧。拜拜。啊，拜拜。什么？韩商言跟你求婚，你给拒了？哎，不是，我不是说给拒了，我是当时我脑子一下嗡，我就懵了，你知道吗？哎呀，你没答应不还是给拒了吗？哎呦，不是啊，我，哎呀，怎么办呀？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年年，今天晚上你男朋友刚刚重返赛场，演绎了一场真正的告别赛，而且还打败了现役最强的五个人，你知道吗？粉丝都哭坏了，感动的都疯了。他在这种时候跟你求婚啊，童年，他可是带着他的冠军戒在跟你求婚。你知道这东西有多珍贵吗？港神第一次拿冠军的戒指，全世界就只有一个。而且你那上面还刻着纪玉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是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总是觉得好像中间是不是缺点什么东西。要不这样吧，为了让他别难过，我现在去把那戒指给要回来。你是不是傻呀？有事先问人家要的吗？那我怎么办嘛？你别骂我了行不行？我都已经很难过了。我也不知道了。哎呀，拜拜。哎呀，怎么办呢？杠神终于来了。来了。你干什么大事去了？搞得这么神秘。你行不行啊？再晚来一会儿我都喝挂了。就是。自罚三杯。自罚三杯。说快了，老规矩。装深沉。求婚去啊。求婚，求婚，求婚，不是你可以呀、啊？真打算结了？瞎起哄！被人拒了？看他那一脸吃瘪蛋，没准是真的。就你话多啊！别急啊，都是自己兄弟。对呀、啊，老实交代。韩商言。真的被拒了，不是人家追的你吗？女孩还倒追呢。是啊，艳福不浅的。怎么失败了呀？跟哥几个说说，给你出出主意啊。谁说我失败了？我只是突然不想求了。求一半不求了，为什么？后悔了？韩商言，求婚可是个大事啊，不是儿戏。谁说我当儿戏了？他太紧张了，满头都是汗，脸都白了。这要是你，你还继续求啊？我说你小子不傻，你是不是傻呀？啊，人姑娘那是幸福的冒汗，你说是不是？那不是吗？哪个姑娘被求婚会不紧张啊？你们不懂，我只是怕他没想好，冲动答应了，将来会后悔。我们这一路不是也不太顺吗？说呀，都急死我们了。他一紧张，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毕竟今天是告别赛，我不太冷静。再说了，我心里又没有别人，慢慢来呗。你们盯着我干嘛呀？我要说的说完了。哎，不是，你就这么走了呀？哎，你要是不愿意说呀，我就不问了。我说兄弟，咱就别再装深沉了。这颗小心脏早就扑扑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了吧？大哥，怕人姑娘跑了。你这人啊，哎。韩商言，你就是一娘们，你连个女生你都不敢追，
说的就是你，女生你都不敢。咏春是吧？啊！哎哎哎哎哎！哦！疼疼疼疼疼！疼！教训教训你，不知道谁是老大是不是？啊啊！韩商言，你这话说错了啊！疼疼！这屋谁是老大？兄弟们，知道是谁是队长，办他！我谁是老大？哎哎哎！你还老大？啊啊！再狂啊！再狂啊！是亮拿兄弟们撒气呢，是不是？啊！接着狂呀！啊，这小脸蛋儿，哎呦，这标志，你就是一娘们儿，亲一个，亲一个，说，亲一个，想干嘛啊？想干嘛？刷夜开黑怎么样？啊，走着。就像蓝蓝的天空，白云飘，在想念哪儿好？好无聊。Pink 啊。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想问你几句话，关于韩商言的，方便吗？方便。我其实就是想问问你，你哥以前有没有被人拒绝过？我是指爱情方面的。没有，你是他初恋，他也没看上过任何人。那这么多年他就没有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吗？为什么会喜欢我呀？也许你是第一个没有因为他 CTF 圈成就而喜欢他的人。一般人看到他那个臭脸或者臭脾气早就跑远了。你为什么喜欢他？我呀，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过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这个地球上最特别的人。我不是光觉得他长得帅，我真的觉得他很有魅力，与众不同，而且我很崇拜他。跟他相处时间越久，我会越发现，他其实是因为从小缺乏爱，所以变得很笨拙，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吧。想一想，他也蛮可怜的。所以还好你出现了。这段时间我也发现他也柔软了不少。说实话，我也更喜欢这样的他。那他，比如说别人拒绝他一件事情以后，他会记仇吗？或者说变得很脆弱啊、敏感啊之类的。Solo 解散战队，他记到现在。对啊。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吧，绕圈子太费时间了。他向我求婚了，不过我拒绝他了。
他当时求得太突然，我一下子懵了，完全没想好。你说他会生气吗？那也挺好的。嗯？让他有失去你的危机感，这也许不是坏事。我猜他还不太懂得怎么爱你吧。滚！好好说。你也太弱了点吧！我们刚才做200个都没喊叫，你还做不到50个呢。继续。47 48 49 50。哇！小米。你们做200个是因为你们输了我们4次啊。听你这话不服啊？不服。那我们再战。来啊！来啊！继续。哎，所以你们刚才到底做了几个呀？反正没差，你几个？好像是200还是300吧？就是300。泡面来了。啊，泡面来了！不好意思啊，就剩3盒了，大家先凑过来吃啊。谢谢，不用找了。哎，不用不用不用，你们是 solo 战队吧？我刚看完你们的比赛。热血，热血！加油！好，我请了，谢谢，走，拜拜。老规矩，女的，还有年纪最小先吃。我都是老男人了吧，队长？规矩不能破，让你先吃你就吃，少废话。没错，来，剩下的大家分一分吧。不，这几天像做梦一样。我特想回到20岁那会儿跟你们一起混的日子。人啊，这一辈子啊过得很快的，说完就完了。说点好听的。以前，我记得前些年你不戴眼镜啊，这几年在哪儿混呢？我就工作呀，卖医疗器械。卖医疗器械好工作，不愁吃饭。好工作，混口饭吃。哎，叹什么气呀？你干嘛呢？也是个卖机器的，反正不像你们活得这么轰轰烈烈。都是工作，没什么两样。当然有差别了，你们至少心中还有这个。30岁的人了，还有一颗能和20岁一样的心，太难得了。当初你把米少飞和他们找过去的时候，不是代表着俱乐部发了一条微博吗？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听着啊。我们的梦想，它沉睡了很久，过去所有的经历和荣誉都将被再次刷新。从这一刻起，哇！加油！这次回来，最高兴的就是看到你和老韩又回到了当初。队长永远是我们的队长。你们两个没事啊，要常回来看看，知道吗 ？SP 俱乐部，永远是我们 Solo 战队的家。必须的。走吧。好。加油。哦，我想你们。一路顺利，一路平安，加油！走了，队长。你们俩加油啊！加油！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又不是不见了，还会见面的。
你肯定现在很累吧？还好，不累。要不要去吃早饭？嗯，好，我去洗漱一下。年年，当没事人哈，你就玩命对他好，让他情难自已，再对你求婚。嗯，说实话，虽然说这男人不能惯着，但是你在人家告别赛上把人家拒绝了，这感情上是要弥补一下的呀。对对对，就是玩命对他好。姐，我觉得吧，男人总要面子的，你把人家折了，总得给人一台阶下。你傻啊你？刷牙。啊，不着急。哦。不用着急。嗯。哦。那个，我换个衣服。哦，换个衣服。不着急。可是这个门是透的耶，我还是能看见你。想吃什么？我去帮你拿。别，坐，我去帮你拿。我帮你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不是啊，你昨天晚上一宿没睡，我怕你太累了。你想吃什么？煎蛋可以吗？我要是累了，就不会下来吃饭。我是怕你想陪着我才下来的嘛。我不希望让你觉得我下来吃饭是为了陪着你。我希望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做决定的。我吃什么都可以。你想喝咖啡、牛奶还是牛奶？我有手有脚的，为什么让你帮我？听说昨天老大求婚被拒了，是吧？什么情况？我的妈耶！所以现在的上任前任跑了站。他说的话你们也信？肯定大嫂想结婚，老大啰里吧嗦定了一堆规定，现在女生谁受得了啊？大嫂跟我说的，林队你给我作证。爱情不是我们这种外人能懂的。老大真可怜，也该有人拒绝他了，被免得被我们这些平常被欺负的人出口气。哎，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行，吃饭吃饭吃饭。真好吃！你好，你要喝点什么吗？嘘，不用了。睡吧。童宁，我们结婚吧。结婚好吗？我爸妈怎么跟他们说啊？我们现在结婚，他们万一不喜欢你怎么办？
你还没有准备好？我第一次被人求婚。等一下，我现在心情，我特别紧张，我感觉我现在看什么都双影的。我太冲动了。啊？下回吧。下回是什么时候啊？在你眼里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你有个性又有缺点，还有是不是你求婚我没有答应到现在还在生气？我没有生气啊，我就是有点失望吧。相反，我不觉得你有缺点，有缺点的其实是我，只是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你总是在迁就于我的喜怒哀乐，反倒是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不是吗？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好，怕我配不上你，所以我就想能够在你的背后默默支持你，不想当一个没有用的人。怎么会是没有用的呢？你帮助我很多，你教过我如何去爱一个人，你没有发现吗？我也一直在努力，努力变成更好的我，所以我要谢谢你，也希望你再等等我，好吗？好，睡会儿吧，还早。不冷吗？我没事儿。真的没有回来吗？刚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哦，他爸妈都不在，那我该……你想到楼上休息休息，还是客厅待一会儿？如果他要说去房里，那我该怎么办？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不用紧张拘束，随便随便。你也不用这么拘束。啊，那这是我家，我很放松的。你扭扭捏捏的在干嘛？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怪什么？又不是第一次来。不一样啊，第一次你来我们家是跟我表姐相亲。啊，相亲。然后第二次你来我们家是忽悠我爸我妈，这一次才算是真的诚诚恳恳的来我们家吧。你想看电视吗？你要想的话，你自己看。
去给你倒杯水吧。哎，不用。没事没事，你是客人，应该的。你在这儿等我，马上回来。茶好了，你看什么呢？小时候长得不赖啊，不当童星可惜了。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不是童星啊？骄傲了不是？哎，我没骗你啊，我小时候真的上过电视，我小时候在我们家那片很有名的，好不好？看得出来，你小时候有个不错的童年。当然啦，小的时候爸妈可疼我了，什么都依着我。那你和我在一起开心吗？开心啊。当然开心。哎，我还没问你呢，那次你后妈跟我爸妈见面都聊什么了？哪天？就是那一次，你比赛前你后妈来了，说找我爸妈聊天那次。嗯？就是你骗我说你们在家里见面，其实你们去饭店，结果我赶回来发现家里没有人的那一次。哦，那天。对啊。让我想想。哎呀，你还想什么？你快说呀！你说什么了？我说，我呢，30岁之前不太懂事，还望叔叔阿姨们能够多多包涵。可是我对童年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光嘴巴说没有用的。我想结婚，我想用我的行动证明。我也希望，你可以真心的点头答应。那我爸妈呢？他们说什么？我要是你爸妈，我也不乐意啊。你看你，长得好，脾气好，又孝顺，不矫情，还是个学霸。最重要的一点，你家里还不缺钱。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被你给比下去了。那然后呢？然后我爸妈又说什么呢？你爸就问我，拿什么娶我的宝贵女儿？我就想了一圈，我好像真的什么都拿不出手。论年纪，我吃亏；论学历吧，我也吃亏。那我就只能谈理想了。我说我为中国的夺冠路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你爸妈还是不同意。我一着急，两眼一红，扑通一下跪倒在他们面前，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娶年年的话，我就打一辈子的光棍。”把我当傻子了是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才骗我的啊？你编这些闲话干嘛？是不是你编？哎，你对我动手动脚习惯了，占我便宜是吧？谁占谁便宜？你自己看，是你攥着我的手的好吗？哎，干嘛？抱会儿。我这人呢，不爱说实话。除了我爱你，其他的你最好都不要信。嗯，逗你的。我问你，你之前退役以后就没有后悔过吗？人生没有回头路，少了一个韩商言，还有一整队的 KK 在后面。韩商言的身后，还有无数的中国少年，为了夺冠路，抛头颅洒热血。年年，回来了，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吃的了。爸，叔叔，小韩来了。对，他来了。你们聊，你们聊。一会儿中午，大家一块儿吃饭。爸，啊，晚上，现在晚上了。哦。老糊涂了，老糊涂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嗯，好。吓死我了！小安，叔叔做的菜好吃吗？
好吃，好吃的多吃点啊！来，叔叔给你加块虾。男人就得多吃虾。来，谢谢叔叔。你别那么拘束，放松点。爷爷回去后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俱乐部吃盒饭，所以习惯了。吃什么？吃盒饭呀、啊。少吃点盒饭，盒饭对身体是最不好的。就会有时间，经常到叔叔这儿来，叔叔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谢谢叔叔。嗯，你吃吃吃。昨日的冠军，多吃一点啊。昨天你们俱乐部赢了呀？啊？嗯，没，输了，亚军。亚军也不错呀，相当于全国考试考了个第二名，挺好的成绩。继续努力。不是啊。他对他队员说了，他的字典里只有冠军跟失败。有志气。干嘛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呀？啊？来，爸爸给我吧，我带你盛一碗。谢谢阿姨。嗯。嗯，来，来碗汤。吃，你吃。我说错什么了？你干嘛踢我呀？少说点，越说越错，要是他们不喜欢听呢？哦，知道了。小韩，你这是干嘛呀？快快放下，快放下，放下！你没事，你怎么能洗碗呢？您放着吧，让我来。哎，你是客人，不能够让你洗碗的。叔叔，没事，没事，没事。小韩，你听我说，我们家有个优良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事儿永远是年年他妈妈干的，我从来都不干。你说你这样干是不行的吗？没事，我跟你说，你放下，放下啊！哎，彤，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让小韩在这洗碗呢？我一进来我就看孩子在这洗碗，我劝都劝不住他。你好意思吗？平时这都是你干的活，你好意思吗你？行了，别洗了，小韩。没事，应该的。什么应该的？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不应该啊。对呀、啊，赶紧把他拉出去啊！没事儿，平时都是他干活，劳模。我这也快洗完了，叔叔阿姨您去看电视吧，我一会儿过来。你们去吧，去吧。没事。啊？劳模？需要我帮你吗？不用，你在旁边看着我就好。好吧，那我在这里陪你。你知道刚才你爸对我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说在你们家都是女主内男主外，他从来不干家务。他说的。嗯。其实都他干活好吗？干嘛要跟你吹牛？真是。哎，你吃饱了吗？吃挺饱的。哦。那个，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家洗碗啊。哪次碗不是我洗的？也是哦。你冷不冷？我穿这么多怎么会冷？哎，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你开车注意安全。你想说的不是这句。我想说。就是我看电影啊，两个人谈恋爱，在分开的时候，就男主角都会跟女孩。妮妮，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大胆一些，想做什么就去做，不需要胆怯，也不需要怕我，好吗？看什么？哎呀，是你啊！啊，不好意思啊。师傅，吃了没？吃了，饱饱的。姑娘，我可真羡慕你啊！羡慕我？
这位大好青年，在咱们小区就差买个车位，天天睡这儿了。只要我一值夜班，就能碰见他。准是你们俩吵架了。我才没有吧。哎，当今这社会啊，还有几个愣头青蹲在小姑娘的楼下，要珍惜。这种人啊，看着狂，其实啊，是死心眼。来自好宁啊。师傅，你少说两句吧。我们家这位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打架了啊。继续呀。哦，原来有一个人在我们家楼下天天站岗啊。他认错人了。我要每天这么做的话，我不是痴汉了吗？哦。走了走了。嗯。他认错人了。哦。哎，有完没完啊？嗯。回去吧。那我走了。你上车啊？我知道，看着你上去我再走。你先上去。你们小区坏人多，我得看着你上去。你先上车。你先回去。那我先回去了。我真的走了。嗯。新的啊，嘴都快合不上了吧？年年，我跟你说啊，原来呢，我以为你选择了小韩呢就会变坏的，而且我觉得他对你也不是真心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误会了。无论是追求事业还是爱情，他呢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的女儿啊，她很开心。哎呀，跟她在一起特别的开心，也很幸福。但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吧，可能就是因为我太在意她，太喜欢她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听她的，没有自己的主见。这段时间他会经常跟我说，他说希望我多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总听他的，他觉得想让我有自己的个性。年年，你知道吗？那天我们跟他还有他的后妈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什么了？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爱年年，我希望每天都能见到他，而我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一辈子，所以我才提了出来。他说他原本啊，眼里只有两个字儿，就是冠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眼里啊有四个字儿：冠军和童年。嗯，他还说呢，他想娶你，娶了你呢，他就踏实了，他就可以继续培养他的中国冠军了。而你呢，想考几个博士就几个博士，因为他希望你有你自己的梦想，而且他也会全力支持你的。那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什么了？嗯，那这得让妈妈好好想想了。哎呀，快点说嘛。他还说啊，他知道你从小被我们宠着娇生惯了，这点跟他是绝配。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特点，那他只有会训那个小孩，会做家务，剩下的就只有宠你啦。妈，你知道吗？韩少言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以前他穷的时候，跟他队友住在一起，
什么做饭啊、打扫卫生啊，全是他干。他一点都不矫情，对朋友也很好。总之，请你多了解了解他。你以为你妈没有观察过他吗？我觉得他现在啊，是在一点一点的为你改变。就像两人去散步，不用说什么话，但慢慢的步伐就会一致了，而且会共同看到对方所欣赏的风景，你懂吗？不只是单方面的配合，嗯。妈，谢谢你理解我。哎，对了，那他跟你提过未来吗？嗯，他向我求婚了。真的？那你答应了没有啊？嗯。为什么呀？没来得及嘛。我是不是这样做不对啊？没什么不对的，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拒绝他。年年，这没什么不好的，妈妈只是希望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行了。折腾半天到底想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去帮我弄点咖啡豆。哎，够了够了，倒太多了，咖啡豆倒太多会潮湿的。没事儿，这帮傻小子一天能喝一罐。真的不行，我们哪有喝那么多？现在已经够了。好了，我要开始弄咖啡粉了，用这个。没问题。接下来给你开个厉害的。看把你给吓的，这是用来打发用的，看好啦。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噔噔噔噔，拉花。厉害吗？大嫂，这杯咖啡能送给我吗？这杯啊，可以啊，给你吧。慢点，慢点啊，很满。谢谢大嫂。哎，要不要黄糖啊？啊，不用不用，破坏图案。我去，这图案做的也太好了。就这么给他了？对啊，反正你也没有说要，他想要就给他呗。大嫂，大嫂，我也想要一杯，我也要一杯，我们也要。行，等着，谢谢大嫂。大嫂，大嫂，你这拉花特别好看，什么都会啊。我要那个美美的就可以了。美美的，好，帮你多做几个图案啊。谢大嫂，谢大嫂。哎呀，大嫂太贤惠了，太厉害了。哇，大嫂，可以，大嫂，你这手艺可以啊。还行吧，太好看了。哎，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喜欢的你就拿吧。我要这熊的。谢大嫂，谢谢大嫂，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先撤了，谢谢大嫂。好，想喝再来啊。好，哇，太香了，这个也，这味道可以呀。嗯，你想不想要一杯啊？你要不嫌累，就帮我也弄一杯呗。行吧，那我给你做一杯，等着啊。
坐好了。童年，你好啊。嗨，不是，为什么要把我喝掉？你把我喝掉了。嗯。不是我，我不是猪，这猪是你，你喝掉的是你自己。味道还不错啊。别再喝了，那猪都被你喝变形了，你待会喝完了怎么办？图案都没有了。喝完了你就再去做一杯呗。那我再去做一杯好了。不许再喝了。再做一个你自己。那个是你，周是你，周是韩商言，臭脸的韩商言。你们说，大嫂这算不算花式表白呀？哎，我跟你们讲，大嫂这段位啊，也太高了吧！为了表一白，还买咖啡机。大嫂好浪漫。你要吗？谢谢啊，没事。年年，你好了没啊？我在这儿呢。哦。干什么呢？瑶瑶，心跳的好快，我好紧张啊。谁说不是呢？我也好紧张啊。我问你，你支持 KK 还是 SD？ KK。立场坚定吗？非常坚定。跟着我一起念。KK 天上地下一条龙，千军万马往前冲。KK 天上地下一条龙，千军万马往前冲。我以前哦是搜罗站的老粉丝，我最喜欢搜罗，你知道吗？他十年前带队的样子超级帅哎。韩商言吗？就自求多福吧。我是 Apple Dog 的粉。他在哪，我就支持哪。对的。SB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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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天上地下一条龙，千军万马往前冲 ！SB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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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冲 ！KK 天上地下。今天如果 SP 今天输了，那我就把你们两个的助威棒吞下去，好吗？谢谢。去，不客气。不是，他要吞下满了助威棒，我干嘛跟他说不客气啊？啊，真的是。丫丫，把你口红给我一下。最近的状态还挺稳定，咱们尤其他那个啤酒肚子，大嫂，你两边还倒着走啊？一二三 ，KK 加油！童年真有话，刚刚在厕所都跟人家斗起 rap 来了，然后为了赢人家，就学人家画这个。啊，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来来，擦掉，不然当时过敏。来来来来。不会，我口红很好的，不会过敏的。你笑什么呀？我画这个很帅吗？一看就是铁粉。随你折腾。去看台不去 VIP 吗？当然不去了，那儿气氛好，我要留在那儿。你开心就好。你们今天也加油啊！看看肯定能赢的，加油加油！大嫂赢了，请我们吃什么呀？赢了，赢了以后随便吃。当当，看到没有？六年的奖学金都在这儿了。哇，六六六六！哎，爸爸，你别把大嫂嫁妆给吃完了。别的不说，再过两年，老大就变老大爷了。哎，咱们老大呀也老大不小了，他比咱们着急。你们这帮臭小子，你看我一个一个的怎么收拾你们。来，再五分钟就正常了啊！大家加油，打起劲！听我说，虽然之前我一度觉得你们的庆祝方式很幼稚，但今天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啊！哇！来，一、二、三。他们交手吧，我心情都特复杂，又想 KK 赢，又想 SP 赢。我知道那种感觉。现在欧强是唯一一个比赛的 solo 元老了，你说如果他没拿到冠军，不就说明以前 solo 队输了吗？对啊。我们马上开始的是今天的第二场半决赛。没错，作为这次比赛亚太区的东道主呢，我们也终于迎来了双方都是中国战队的这一天。希望接下来 SP 战队还有 KK 战队可以给我们带来精彩绝伦的比赛。好的，各位给我们的两个俱乐部一点时间，我们马上回来。啊，还行吗？你指什么？今天比赛输了，挺麻烦的。SP 和 KK 都是我喜欢的战队，但是只有一个能进总决赛，这简直就是大逃杀呀！为他们祝福吧。哎，你选 KK 还是 SP 啊？不管谁赢，都是为国争光。两位大哥，不要紧张，我帮你们准备好饮料了。比赛嘛，就各凭实力，好不好？闭嘴。我在这儿。刚上人，刚上。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CTF 亚太区的比赛直播现场。感谢东鹏特饮为我们的选手提供持续能量补给。在半个小时前呢，我们刚刚结束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胜出的队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Vipo 战队，那么紧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来自中国的战队 KK 战队和 SP 战队。兄弟们，最后一场了，来场精彩的。田队长呢？特别要说一下，这次我们的 KK 战队经过了人员调整，加入了总积分排名第四的老将 Buff。 那么 Buff 加入之后呢，也是给这个 KK 战队啊有一个战斗力的大比例的提升。没错，所以说相比较于一个月前的全国总决赛，这才是两支旗鼓相当的顶级战队。现在才来呀？谁赢了？还没结束呢，你快点吧。哎呦，我跟你说，那个客户烦死我了。要不是我管同事借了辆自行车，我肯定迟到。快点，进车搁那儿呗。难得看一次比赛，早知道不等你了。哎，没事，没事，没事。你要快点吧。哎，你们干嘛呢？快点，这里不能停车。哎，不管了，不管了。目前 CTF 亚太区半决赛 KK 与 SP 双方前两局比赛战成了1-1。决胜局也将进入最后阶段，最后四个节点，还有最后四个节点，丢掉一个 SP， 丢掉一个节点， DT 绕过了滑梯，漂亮，阴阴也被挡住了，不是陷阱， bug 牺牲了阴阴， T 自己挡住了关抓取， bug 进去了， KK 危险了， demo 发现了 bug 的渗透， bug 还在逃，还在找漏洞，他把 demo 也绕过去了， bug， 哎，
可惜了 ，DT 把他抓出来了。最后一个节点了 ，KK 四名队员全在防守，这是打算让 DT 一对五啊。过去了，三个人都没有抓住 DT， 华帝也被绕过去了，只剩奥了。漂亮 ，DT 终结了比赛。哇，恭喜 KK 获得半决赛的胜利。哪队赢了 ？KK 赢了！啊 ，KK 赢了 ！KK 赢了！我还要去看欢呼。哎哎，等等我！不好意思啊！哦！让梦想新疆在这世上。没关系，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我们还有第三名的机会呢，是不是兄弟们？对，真的。恭喜，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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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心服口服。决赛加油，你们也加油，世界总决赛的会师，放心，季军一定是我们的，是不是兄弟们？是，哎，快去吧，观众等着向胜利者欢呼呢，加油加油。将我们的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的 KK 战队。好，五三希望他们可以带给我们中国观众的祝愿还有期望，在明天的亚太区总决赛为我们捧回一个冠军。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快快。嘿秀。很想念老板娘。在我们的主场，冠军肯定是我们的。不过比赛结束，你可以在上海玩两天，我做东。还是老样子 ，so confident。赛场见。赛场见。怎么认识的？十几年前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在跟他打比赛了。你们老大我可从来没有输给过他，你们也不许给我掉链子，听见没？放心吧，老大。走。怎么办啊 ？KK 这几个人这一阵子的星座运势都不算太好，尤其是韩商言，看来没有天时的好运配合了。你在查什么呢？我在查星运，我把 KK 队的每个队员的星运全查了一遍。每个人，五个队员再加上老韩和我小米哥，七个星座啊，能怎么？不知道啊，瞎查查呗。啊，我记得我有一副塔罗牌来着，我们算个塔罗牌吧。塔罗牌，我不懂那个呀。我会算一点点。哎呦。我塔罗牌放哪儿了？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紧张啊？哎呀，你不知道啊，我看那个新闻了，你知道吗 ？KK 的对手是夺冠的大热门，绝对不能放松。我好紧张啊！别紧张啊，你得这么想，前三名全都能进入世界总决赛，等于说 KK 已经提前拿到了世界总决赛的入场券，没什么可紧张的。反倒是 SP 啊，明天真的是生死一战，要是输了的话，今年就没机会去世界决赛了。我希望 SP 能够进入决赛 ，SP 进入不了决赛的话，韩商言肯定很难过。是，
哎呀，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哎呀，我觉得我也睡不着了。哎呀，好紧张。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骄傲，他是韩商言，他是我的男人。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冠军的奖品，冠军戒指。可能有点大，你不一定戴得上。谁说我戴不上啊？戴在手链上，或者再买一个手链挂在上面都可以啊。他一定会完成他的梦想，因为他那么努力，又那么的与众不同。我们结婚吧，结婚。我不是不想答应他的求婚，我想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你最值得骄傲的一刻。韩商言，我们结婚吧。无论这场比赛输赢，都有我陪着你。我们结婚吧。没问题，比赛结束就结婚。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就像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你是为 CTF 而生的。我性格孤僻，虽然 CTF 是一个充满声光世界的舞台，可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说过 CTF 这种东西要不就别碰，要不就要赢，就这么简单。然而我却先放弃了，因为害怕未知，因为害怕失去，因为害怕背叛。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一点也不强大。我躲在自己的盔甲里，一直哭泣着。那到底要怎么做？失败了，就把自己的梦想交给别人吗？KK 这帮孩子有你照顾正好。那是你好。这帮孩子有梦，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正在为了他们。也许认识到弱小的人才能变得更坚强。我决定与那些无论失败多少次也和我一样会站起来的人一起守护那个比尊严还要重要的东西，梦想。无名之辈，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这条路很艰辛，有人成功了，有人退缩，但他们都来过，他们都战斗过，他们让那些质疑他们的人自惭形秽，
他们让那些没有目标的人找到方向，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双手会创造自己的未来。包夫，是你让我摘下他的，你给我带着他拿冠军。钱固然重要，因为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生活，可是人是因为有了梦想而伟大，所以我的梦想依然没有变，我想帮他们为中国拿世界的冠军。我们已经拿了全国冠军，为什么要放弃啊？有梦想的人永远年少。我是为了我自己，你以为我真的只是为了世界冠军吗？我战队少了一个人还有什么意义啊？十年，我从未想过重返对抗的舞台。我以为我放下了那份青春的悸动，放下了那份骄傲的见证，但那天我才知道，即使这么多年过去，那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从没放下过那份执着，对梦想的执着。那是他们对青春的记忆，它绚丽而短暂，懵懂却热情。青春可以输，但是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看看这些孩子，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们也会拼搏到最后，因为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是所有 CTF 人的青春，他们背负的是这十年整个中国 CTF 人的希冀与泪水。你在我心目中也永远是最棒的队长。那些或是拼搏的赛场上，或是奋斗在赛场外的人们，谢谢你们，世界欠你们一个冠军。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很狼狈，也许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你哭什么，大喜的日子？无名之辈。怎么去看世界总决赛？你答应我去看世界总决赛了！冠军是肯定的，是中国的。韩商言是拿着一面国旗走到了舞台的前面。韩商言将国旗交给了吴白，在这一个世界的舞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镜头面前打开我们的中国国旗。刚才真替你捏把汗，还这么争气呢？你知道咋的？一上去就被田忌赛马了。你的命也值钱，你知道吗？一上就换了一个高手下来，还好是你们赢了，冠军啊还是我们中国的。没错，是我们中国的。过了，过了。老大，给我养好你的胃啊！再有下次，我禁赛你一年。老大，有你这么对病人的吗？这一年可是我的人生精华。老大，你就让我再去世界赛，再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吧。再说吧。好，就凭你刚刚那句话。听好了，今天 KK 做到，要吃什么？挥挥霍霍，起来吧！既然 KK 做东，我们就点外卖全部送到 KK。大家是不是还没有去过 KK？ 太好了，一直想去不敢嘛。好，今天晚上所有人去 KK 吃饭，我买单。事情我们最在行了，对不对？对。OK，大家上车，我去办点事儿啊。嗯，去去去去。小敏，快。
走吧。去哪儿？不是大家一起庆祝吗？是要庆祝，不过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嗯？任务带走了。嗯，带走吧，归你了。等我一下。宋了，帮我一个忙。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跟我去趟休息室。真的急？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啊。中国式冠军。恭喜你啊，最棒的冠军。谢谢。继续加油，向世界冠军迈进。干嘛害羞啊？喝杯咖啡吧。好啊，走吧。走那么快干嘛呀？什么事情火急火燎的？这边。出去，出去。什么事啊？搞这么神秘？把衣服脱了。脱什么？快！你把我叫这儿来就为脱衣服啊？这里又没人，你赶紧。别，你先说清楚，脱衣服干什么？我一会儿要去童年家，你把你的衣服借我几个小时。你丈母娘给你准备了庆功宴，是，你是得穿身正装去。要不要西服？这么热天你还带西服？这不是我担心有记者发布会吗？随时要备着。你不需要，你不用应付这些事儿。赶紧的，等着。我不能脱成这样就出去吧？你把衣服拿来给我。哎，我自己来。你快点。你快点脱，我帮你吧。哎呀，嘉豪，他们在里面吧，让我们进去。不能进。为什么？老大不让进，他们在里面干嘛呢？不知道。进，不让进。哎，小心！你这接过去，接过去，来。哎，不是，你俩干嘛呢？衣服。是兄弟一起，哎，马上就。什么？你们在玩游戏吗？游戏？什么情况？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干嘛没事和 Solo 更换衣服呀？你这要去骗谁呀、啊，老大？一边去。走吧。去哪儿？去哪儿？要不再去？天啊！文文，你老公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他呀，激动呗。老男孩少年心，所以我假公济私，特地带他来见他偶像。恭喜，恭喜你！你终于拿到这个冠军了，别哭了。如果每次拿冠军你都要哭，那你就不哭了。一会儿有事吗？没事儿，去 KK 参加庆功宴吧。真的吗？当然。一会儿见。一会儿见。